哦，吹笛子要站起来。啊啊，您先试试个，试试那个音，调音一下。啊？先调音一下，然后。啊。还跟你介绍一下啊？你要说还是不？就是说，您先介绍您自己，然后来自哪里？啊，然后您想吹的那个曲子，啊，先介绍吧。跟你说个牧民新歌吧，北京的。啊。外地的，我上这儿来吹的。啊。就来自北京。好，曲子名字。曲子名字叫《牧民》，中国很有名的笛子曲《牧民新歌》。啊，好。好。来。先别录，我先录这儿。啊，还蛮多观众哎，啊。
谢谢您。